出门喽。没错，今天是1月29号，1月31就除夕了。哎，这台机器是跟着我去过年，天哪，又要跟着我们。你今年做完了？脸做完了啦，各位观众不要退订哦，不要密集恐惧症。我们出发喽，回家过年耶！我买了，我买地了，我买地了，我买在我家隔壁哟。爸，爸，爱你啊！爸，好久不见。他就是鸡腿，他会有那个脾气的。这个斗牛犬的主人呢，非常的帅，是我们林家颜值最高的林奇。你看到我脸，觉得怎么样？跟国中一样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看我们林家颜值最高的都在这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脸？你笑，你笑，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啊？我也是脸回到国中，也是越活越年轻。大家时间都在倒流啊！怎样？看到镜头就被哑巴了？刚刚不是呛我的呛的那种一样吗？气死！好温暖，可是不会比穿热风衣还温暖。真的吗？妈妈你很会宣传，你知道这影片可能是一个月后才会上，那时候热风衣已经卖完了。没关系，抱儿子好温暖哦。我后来发现有新产品，我就回老家一趟，贴在妈妈身上就可以了。还是你叫温暖哦，跟那个穿热风衣一样温暖啊！天哪，不要，不会啊，不要。不要，因为阿妈年纪已经到那个阶段了，她可能装完然后就折不回来，要冬季。对呀、啊。这是阿妈给你倒三缸最后一摆。林静。所以等下什么节目？就过年开始看大家要抢火锅吃哦。很好玩吧？我就说我们家过年超好玩的，有发现吗？我喝水。好，刚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去大便，呜呼，睡饱吃，吃饱睡。睡醒就是要大便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说我们过年超多人会聚在这里吃饭的？你看抢的跟什么一样？你家过年就是这么热闹，你快话进来，五连炮，快变个怪怪。哎，衣服没有换起啦，有一个彩去穿。我没有买。有隔壁有彩，有啦，买一些。我没有多买好不好？就那个，现在都配合去穿，都买都配合了，你凭什么没穿？越难搞的出去做，哎，那你妈就去穿了，多好。过年就是要说好。我在看你有什么。越难搞的出去做，哎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！耶！快乐！对啊，叔叔，画个早餐，新年快乐！快点，三二一，哎，新年快乐！阿成把那个尴尬感剪出来，哎，先生，过年，收，哇，收，哇，真棒，还行哦，最好笑。全收吧，收。哇，好，你可以退了。你可以退，真是。收。上收。是真的，是三倍哦。是不是初一又更热闹了？有没有感觉？哇，好热闹哦！热闹到了，不行，有没有发现？对，我已经知道哪一个房间会被吵，所以我直接躲到我们房间来。毕竟昨天也是，哎、欸，不是昨天，是今天早上9点睡，下午4点被叫起来，是也担心的，笑死！好可怜哦。呀，嗯，你今晚陪我睡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是我晚上好像没在睡，还是你晚上陪我赌博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又怕输钱啊，赢钱我不会怕，我怕输钱啊。我没有拍到你跟彩妮互动。啊，彩妮不用了，她变那么大只，你觉得有小时候的可爱吗？你被我姐姐养成这样了。来一点过年的交流，哈哈！各位姐姐、各位哥哥们，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，这个年吓唬你们。来，三位讲新年快乐，三二一，新年快乐！你看我们家就这么热闹，就火锅，姐大美容啊，怎么样？我的脸怎么样？我的脸这么可怕，你
束了。今年第一年大家都不是说新年快乐，都是说好恐怖啊。我放个屁一下。哦，好尴尬啊。冰的，哎，好冰哦！我们的新年好热闹哦，东西都热乎乎的。啊，阿妈底下，哇，阿妈底下，阿妈来镇住大家的。阿妈，一句说，囡仔哪无我伫家哦？恁家的人是要安怎出来？无我就无恁，还会记得这点？哇，阿妈对不？好啊，现场就很干呐、啊，我无法、啊。但一直请你们都太瘦了，九九带了好多零食回来，是什么？嘎嘣熊很好吃哦。赶快赶快，我跟你讲，过年回来妈妈都管不动你们，你们就直接吃就对了。有九九在，你们不用怕被骂，被骂就来找九九。被骂就来找。迎财神来到我家门口，噔噔噔噔噔。乐乐舅舅漂不漂亮？过年就是这样，你有发现吗？大家都会跟彼此聊天，就很热络。有人要吃饼干吗？三点。你看，大家都会热情回应我。新年快乐！够了，够了，保存工商。可以吃饼吗？不够，很好吃。那我要，你要帮我们刷。你好，啊，等我们来玩那个。八升40。不要离家出走。没有人听。阿妈理我了，她说你要骑好没？脚的部分。老板，先拍一下。哇，好澎湃哦！果然是初一的料理耶！天哪，看起来菜色超好。阿姐，这还有澎湃哦！你看，我叫我们平友来赞助这些凤螺啊，还有螃蟹这些虾啊，你看，赞赞啦，赞啦！哦，辛苦阿姨哦。啊，没有啦。你吃了吗？我还没。你还没吃哦？对，我还在处理这些。人家吃饱了。没关系。好累哦。啊，你要吃哦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晚上开车。你就在副驾，然后我开，然后你录我。你有保险吗？阿晨，来准备今年，今年一一拜年哈。你好，新年快乐。全部恭喜啊 ！YouTube 影片弄一该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 ，Hello。单身的出来。来哦，台北有那个黑男丘比特哈，来临近北港有临近丘维凯哈。我们这个球尾给他准备配对了哈，是否他们看到对方会球尾开呢？来，左边这位白 T 的，你是什么星座？身高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双鱼168，工作明星的剪辑师。哦，你看，那你进那边，我觉得赚的蛮辛苦。来，红色衣服自我介绍一下，身高、体重、三围。我身高170，然后体重60。60。那你什么星座？我巨蟹座。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伴侣带给你什么的感觉？希望他屌18公分。目前工作是什么呢？我目前工作销售的百货。好，来3秒后转身互看5秒，3、2、1，脱口罩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快点，互看5秒，5秒，我倒数，来，4、3。好，你等一下，你先休息。那你阿晨，你觉得帮你配对的那个伴侣给他打几分？满分10分就好，1到10就好。有个8分不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吸引你，让你有8分这么好？长得蛮帅，长得帅。阿晨看来这辈子是没交不到男朋友。但是他刚说到18公分，我好像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十八。你帮刚刚那位男士这样打几分？7分。为什么只给他7分？他给了8分。因为他比我矮一点。哦，身高不是距离。你想一下，他如果帮你火车跌倒，你一定会撞到屋顶，矮一点点就行。可以啊。但长相 OK 吗？身高7分，那长相？8分。8分。嗯，
我做你蛮像的，对吧？好像有机会。OK OK 好，刚刚你们为彼此呢都有打过超过及格的六分以上，所以呢你们现在会有一个亲密的小互动，因为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呢，我们新娘抱五圈就好了。好，你抱我，抱我，好，阿里抱阿成，公主抱，公主抱，抱我太羞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手机呢？好，你们互加一下联络方式，加一下，对，好，刷一下 ，OK OK， 啊，你们再互相联络哈。宝宝，我们现在很饿，我们再去吃饭。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下面也好，让我们一起去吃。可以啊，一起出，一起出，走吧，上。等一下呢，我决定要给一个妈妈挑战计划，就是我最近看到很多网络上都有那个锅铲，有没有？然后加那个锅子，然后让他来捞那个钱，捞多少就是他的多少，这样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很好玩哎。对。来，你想好策略了吗？要靠运气呀。靠运气呀。对了。你没有策略。我没有策略，我是故意的。你预计要拿多少钱？越多越好。好，我们今年的红包呢，比较不一样的方式，不想要这么爽快的给我妈，她必须靠自己争取。母亲节，母亲节要买衣服啊，看几件衣服，买要变 VIP 呢。你啊，要百货公司。欢迎光临生日仓。要拿玉佩，我感动是因为咱今仔行这侪路，结果原来你只要玉佩。哦，真的太多了，所以呢，今年的红包你必须靠自己来争取了。来，妈，先戴口罩哈。进来。阿姨，帮我看阿公吧。阿公，你有看无？我看到林天丁无？你看到林郎？你有看到林郎无？你有看到林郎无？我现在看得到吗？无，都无。无，你看到林郎无？准备好了哈，叶姐，来，2022年潘招娣林妈妈哈，奖金挑战赛倒数一分钟计时开始，可以来一分钟了吗？哇！来一分钟了吗？哇！来，我们准备来计算你。不能让我先算。来，这就是你今年的红包。先算，让马先买。没有，卫生纸一张可以换2000块，真的？扣2000，扣2000，对，扣2000。他作弊。可是刚刚没有讲的，来，总共4张卫生纸扣8000，扣5张扣10000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这10000先扣掉，这10000先扣掉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这就是你今年的红包，来自己算一下出来。1、2、3、2、4、5，哇，2万5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哦，你好像笑不出来哈、哦，笑得出来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啦，恭喜妈妈得到今年25000块的红包 ，OK 吗？够吗？太高兴了，感觉不出喜悦。那你想要靠自己挑战的，还是想要准备好的？要不要挑？我想要准备好的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来交换。来，我刚才2000，所以我中了就救了。因为你说要换啊。好了，妈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收尾。对。3万5给你啦，来，他给我钱，没有人了，就只有你有奖金挑战赛而已。真的、哦，每个人都准备，我可能哈，就回来种田了。啊，来啦，你的啦。哦，好开心啊！妈妈，谢谢你的爱与支持，永远爱你的小儿子，冬季，啾咪啾咪。你脑部宽好高，送了又宽了。救命救命！好，准备了，来一个一个发红包。阿妈在睡了，我先给阿妈。阿妈，
我红包要给你啦，阿妈吃饱你。来，阿妈，这当前这包给你。来啦，新年快乐。好好，行行行，咱出来。阿妈等一下拿去捉迷藏。来，小姐姐，有没有吉祥话？祝你越来越美丽，可以快乐，可以 ，OK， 来，爱你，谢谢。来，中国佬啊，有没有吉祥话？祝你业绩长虹，每天。那怎么那大什么大爆事？对，大爆事。哎，你自己在百货公司还不知道大爆事怎么讲？谢谢。阿伯怪到你当去厕所，当去播音班。妈呀，那你们这个脸不要，这个脸不要。代言不断哦，谢谢2022继续加油哈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欢迎你，恭喜发财，来，乐乐，红包拿好哈，哎，好好很好很好，我妈回来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，太多了，好 OK， 准备好，都看镜头，来，也都看镜头，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，耶。好了，大家记得要加 IGYAJ168， 谢谢大家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阿晨上面穿的这件斑绿衣的衣服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图案。哎呦，好好看哦！啊，夏天又快到啦，准备买起来不用吗？夏天不用斑绿。60吧。快闭嘴啊！帮我啊！安静啊！帮你一定要买。68啦，看起来不像。很明显，我在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。帮你一定要买起哦，夏天穿起来哦，又时髦又轻松又休闲，透气又好看哦。你是看？宝宝啊，人家刚刚新娘抱我，不用炫一下吗？你下去，人家新娘抱你，你不会想要做这件事吗？起来，来，我们准备新娘抱，谁抱谁？当然是我给她抱的。转我五圈。那等等，小宝在上这个，好重哦。我再转转，快点，一，二。换你了，来，好，来，那你要抱住我啊，你要把重量给我，我们不是像火车便当的吗？哎呦，快点！掉了会怎样？你说掉了会怎样？掉了会砰一声，哪里？掉看看，砰一声，我看看，砰一声，哦。再一次，马上刚没听到，再一次，快一声哦，听到这个声音要冲了，哎呦，兄弟哦，冲啊！好可爱，家用不完，很可爱哎，而且你儿子好可爱啊，你的小怎么那么厉害？这个比例，哎，你的小啊，亲起来，那小安那背落去，那挂高嘴，那挂起去骨头那大了没？保暖，热泵也保暖，配在儿子的胸膛也是保暖。赞，好温暖，我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，嗯，老赞啊，真的很好，我最爱我妈咪了，我最爱是小儿子的，嗯，我超爱你的，阿妈，你想要吃个咖啡块的，来啦，我夹给你看啦，嗯，我好吃了。